尖叫声 ！Oh my god！ 那尖叫的那个是我。哎、欸，那台明明就有被小手脚踢过，还修这么快是怎样？两个红配，妈妈煮的家有壳吗？没有。今天有两种料理，一个是反正也是跟虾有关的，两个都没壳。关系这个能压掉就压掉吧。剩几个喽？尖叫声 ！Oh my god！ 那尖叫的那个是我。亚米，什么？我的电也太短了吧，这样居然没电到他。应该要拉回来，想要硬修，算了，给他们修吧，阻止不了。哎，阻止了，他们居然没有修起来，行啦。对，还有另外一只。为什么还搬回来白给？那台明明就有被小手脚踢过，还修这么快是怎样？哎，给你死 ，Eric， 感谢八个月，发现没有生气跟被子的补一下，感谢八个月续订，完了，这把真的凉了。我觉得银鬼的镰刀真的好看，银鬼有镰刀吗？你说那把红色的吗？那把应该不是镰刀吧？红色那一把是裂缝拿到的那一把，不是这么臭哎、欸，同学。
附近只有一只，跑过来。我发现没有带那个增加电极距离的那个配件，哦，那个电真的是短到一个不吓死人。哇塞，我剩一台了，那他们是真的有点离谱哎，这个休息的速度不是一般快哎。怎么还有修理工啊？非常美版吧，我记得，他爬到楼上才有。过风窗，应该杀得了他。要污了，应该还没吧？应该才还没。先看一下远的这台。还没。电昏呢、欸？这一场。哇塞！地下室有一只，啊，在偷修这台。太惨了，这一场。怎么样？我这套 combo 怎么说？宏伟还钱，直接一个有没有？预判他会翻反，提前电他，然后他翻反，我封窗进来刚刚好，没地方跑，完美 combo， 直接一套。啊，你没漏了，突然变成全抓哎、欸！不过你还是零分，哪有？玩得不错了啦，杨森粉，感谢15个月。专业律师基德，感谢19个月，谢啦。来，答案写对，但零分，因为没写名字，是吗？哈一哈，太狠啦！吼、哦，太狠啦，厉害了。